Hello， 大家好，现在我已经到了我们这个 Toll Brother 的 Designer Center。Hi Christina， nice to meet you。Hi Tracy， nice to meet you。So this is basically at the Oaks. This is what we have as included in the cabinet package and the handles that come with it. These are the countertops that would come at the kitchen. We have lots of other packages that, you know, and options that they can select from. Oval sinks for the bathrooms. Oh, these are already included. These are usually what's included, but we usually upgrade to this one, the vertical. This is the included. Most of them we'll add the square. 这种圆形的，现在呢，他们会比较推荐这种方形。消防标准按理说是这种比较普通的，但是呢，我们这次呢 ，Marios 又给了很多升级，都直接升级成这种比较高端一点，是含在你的房间里。这之前都是要升级的，现在都是含在我们的房间里。But it doesn't have the detail, it's just flat. But this is what was pre-plotted, so this one has been upgraded to the home, which is beautiful. Wow. 那门呢？其实平时交房的标准都是这种非常普通的这种门，都比较平坦。但这次呢，我们的所有的门都是这种升级过的。所有的这个房间，所以说是已经含在价格里面了。具体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怎么来选型。冰箱啊，这里呢，它这个做工就是完全的嵌入式的。刚才也跟大家讲，这个是可以升级的，尺寸完全吻合，好，非常的漂亮。打开这个冰冻的，这边是制冷，非常大啊，可以看到这柜子顶到底。还有就是这种把手啊，玻璃这边都是升级的，这里做了一个模板，这个是。交房的标准的一个这个洗菜的洗碗的这个橱柜，但是如果你要升级的话呢，我们可以就升级成这种，非常的这个漂亮。这个水龙头呢，这是很普通的，我们交房标准的是比较高端，比这个好。这个比较传统了哈，我们也可以升级成比较高端的品牌。在后面它这种做的这种砖呢，都是要升级的，叫做 Black Blush 这种的品牌就比较高端一点，是叫做 Wolf。Wolf 是这个美国的应该是排到前列的这种非常高端的这种厨具和橱柜那我们也可以在阶层这里升级，直接成这种可以是六灶台，还带一个烤肉池非常的大气，多一点容纳柜，而且这种自动关合，这些都是会做一些，这个都是含着的，很多的这种瓷砖，还有这个地板地毯，还有这个大理石的瓷块，这个基本上都有，所以可以选到你非常喜欢的颜色。像我们刚才有看到样板间里面、洗浴间里面贴的那个石头颜色可能比这个还要淡雅一点。我之前有个客人呢，他有一个小儿子，他就很喜欢他的孩子，他就觉得选了一种玉的颜色。我记得当时是这种颜色放在了他们家那个洗浴间中国嘛，是像宝玉啊什么的，都是一种非常好的象征。包括你的地板砖呀、还有就是我们洗澡的后面的那个墙，各种颜色花纹还有这个地板砖都可以选得到。地毯大家看这么多的这个选项，一个是地毯的底垫，另外就是一个样子外面的一个外面的情况。像这种比较厚一点的这种花纹灰色的，现在的设计都是有这种防水的，颜色都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和家具这个整体的色系来搭配。还有这种设计的，大家也看到非常舒服，又加厚了，所以踩上去的脚感是非常的舒服。这种呢，就是我们刚才有说垫的比较厚一点、厚重一点。那标准的，刚才我们在入门的时候呢 ，Christina 也给大家介绍了，有很多种的颜色是标准的，是含在里面，是免费可以选的。如果你想升级，增加下来这个厚度，增加这个底垫，或者是不同的颜色色系，在这里都可以选到你所喜欢的。很多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大理石的瓷砖整个一栋楼全部铺成瓷砖，其实也是很漂亮。那瓷砖呢，就是越大越宽，当然价格就是越贵。尤其这两年呢 ，Toll Brother 这种大型的豪宅建商你看有很多这种非常大的这种瓷砖，那房间里一贴也是非常的高端，还有包括这种长条形的。让房间纵深，非常有线条感。那这两年很多人其实蛮喜欢这种颜色比较淡一点带一些花纹，不仅可以在地上贴，而且整面墙也可以做一个背景墙，让你的房间非常的漂亮，与众不同。今天基本就有很多带一些花纹和设计了，像这款有很多的设计感在里面。这里有很多各种颜色在贴到这个墙上，比如说您的厨房、卫生间、卫浴可以用来不同的颜色这个来拼，各种颜色，然后蓝色也各种色系打造成你最喜欢的样子。
代也流行，就是这种瓦尼尔，就是用的第一层的 是 木板，但中间的一层木屑，下面还有一层防水的这个材质，所以说价格会便宜很多，但是很实用。这颜色您都可以选啊。看到它的是实木的木地板，上面有很多这种花纹木结构，非常的真实自然。那这款是瓦尼尔的这种，表面你看就非常的光滑啊，它有很多这种夹层，就是木屑的这种，是它的这个防水和防滑，而且呢，样式很漂亮，主要是呢会节省很多成本。客人他的主卧呢，他就选了这个色系，他喜欢这种比较漂亮的这种玻璃的，他的柜子呢是这种比较灰色的一点，所以呢他选了一个背景 backsplash， 然后柜子跟这个下面的挡板墙呢颜色比较相得益彰。如果你买一个豪宅，那今天所有的这个选型升级部分，您最喜欢选哪一款？记得评论区告诉我，我一定会帮你做到性价比最高，而且设计最潮最漂亮。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记得给我点个赞哦。如果您是 YouTube 的用户，记得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哦。更多更全的资讯等您来看，我们下期见。